师母，你做咩啊？做咩啊，师母你？ 点啊你？冇事，冇事。师母啊，不如你听日先去睇师傅啊。傻嘅，师母个病唔系老毛病嚟嘅，真系冇事，放心。唔得噶，条路咁远，阿峰又开紧工，我又要医院探我爸爸，咁你点啊？傻女。 你哋唔使等啦，冇车嚟噶啦。点解啊？前面崩街路冇车嚟噶啦。咩事啊？ 你个女啊，请问我爸爸而家喺边啊？你系乔八年个女？嗱，啲嘢系你爸爸噶，攞翻去啦。做咩啊？个人呢？佢而家喺边啊？佢自杀死咗啦。 阿婆去边度？我哥病咗，我去探佢啊！唔使嚟，快走啊！仲唔走？阿婆，你都要嚟听下。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 行啦，行啦，唔该。
师母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照顾阿心同埋师父噶啦。迟啲形势稳定啲，我一定会亲手同佢立翻个墓碑。你安息啦。 通，喂，同志，麻烦，麻烦，麻烦晒，坐，坐，坐阿生。点解师母呢几日唔嚟探我噶？啊？师母叫我哋打俾你噶。 佢一浸一浸咁嚟咗今晚噶啦，佢话你成日坐喺度喎。嗯，呢排翻工啲风湿又烦，你师傅知我唔关错，你睇，我八月十五整到口口，你师傅真系盏鬼。系啊，你有冇听住啊？ 师父冇养，照顾唔到师母，两个要乖乖地孝顺师母。你知师母身体唔好，有心脏病，仲有记住唔好俾佢做咁多嘢。你师母份好怪噶啦，一做嘢就唔停手嘅。唉，我又冇认嘅。你师母跟咗几廿年，都未曾享过福，成日话带佢翻朝鲜行下啦，咁到而家都未去。 我谂过噶啦，呢个运动完咗之后咧，就一于带师母翻朝鲜行下。啊，桑，师傅冇事啦。风，咩事啊？啊，风。 师母仲喺边处？在市郊，呢啲坟墓嗰度，佢连墓碑都冇，我同阿心揾咗个记号摆咗喺度。其实我真系对你唔住。 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
朝。我终于调咗嚟河南省朝阳县东风公社嘅第二生产大队度。我而家同啲农民一齐落田，加入生产嘅大行列，生活都过得好充实。以前喺城市嘅时候，样样食得好，住得好。嚟到农村先知道，农民嘅生活其实好苦嘅。呢封信我唔知你会唔会收到。我走嗰日，佢哋捉咗你出嚟，你而家点啊？如果可以嘅话，写几只字仔话我知啊，吓，唔使等我咁挂心啊，叔叔。寫多啲信翻嚟。得啦得啦，你都知道噶啦，師傅揸支筆啊，唔重過揸個鋤頭，你得啊寫啦。係你千祈要記住要照顧阿心啊。得啦，師傅。嗱，而家屋企剩翻你哋兩個，有咩事就慢慢商量，唔好嗌交啊。仲有，得喺師母墳上邊咧，裝多兩柱香。啊啊，師傅，咩事？我唔想再喺向陽飯店去做多嘢。点解？日日都煮俾嗰班人食，但系佢嘅砖头唔系批斗就抄家啦，我都冇乜意思啦。同埋而家饭庄唔似饭庄，食档唔似食档，以前差好远。凤，最唔好咁易灰心啊！上门楼已经经过好多次风风雨雨。是冇得煮金銀碗堂，可以煮蛋炒飯嘅啫。工農兵都係人啊！你記住，無論喺咩時候都要站緊自己嘅崗位，千祈唔好輕易放棄。我記得打日本仔嘅時候，我梅又冇，鑊又冇，一樣煮得手好菜。啊！比你而家幸福好多。师傅话：只要你一留喺上门楼，上门楼仲有希望。记住，你喺边度，上门楼就喺边度。喂，开车啦！保重啊，师傅。师傅再见啦！保重啊！你几时想翻嚟啊？再见啦！菜头仲未翻嚟，系啊，事先啦，仲帮嫂子攞嘢。嫂子，唉，嚟，睇住啊，得唔得？唉，嫂嫂真系乖啊，嗬，聪明伶俐，聪明有乜鬼用啊？大一大咗嫁俾人哋系人哋啫。嫂嫂今年几大啊？过咗年啊，14噶啦。14啊。我当年都差唔多啦。你讲咩话？啊？啊冇冇冇。嫂姨，你攰唔攰啊？唔攰。做咩头发乱晒龙嘅
嚟，想同你做一个。好啊，嚟坐低。素姨啊，嗯，你系咪喺好远地方嚟噶？系啊。有几远啊？远到可能以后都翻唔到去咯。点解翻唔到去啊？素姨，你做乜嘢啊？阿爸，咦，素姨，收工啦？钟伯，啊，公社有冇我信啊？冇噃，我唔见有喎。乜你等紧信咩？哦，唔系，咁耐都冇消息嘅。頭先有成車人去咗隔離村嗰個生產隊嗰度啊！係咩？嗯。哎呀，你睇下你，一身汗咁嘅，啊？做咩啊？喺邊度玩嚟啊？啊？插队落户嘅同志，我而家代表东风大队欢迎大家。你哋已经加入咗我哋大队户口，以后我哋一齐生活，一齐参加农村工作，接受贫下中农、无产阶级再教育。坚决支持城市乡同志，伟大嘅无产阶级万岁！伟大嘅无产阶级万岁！坚决支持由城市嚟乡嘅同志，坚决支持乡同志。唉。我都唔知行咩衰運，分著個老鬼俾我。幾廿歲人做得啲乜嘢啊？哼，玩下手仲要我服侍埋佢啊！嗰陣就麻底飯啦。做咩？嫌棄啊？你仲估好似喺城市咁有花園洋房你住咩？唔係，呢度你一個人住啊？你就係蝦我一個人咯。揾個咁老嘅人嚟我，仲有咩勞動力啊？幫手食飯啊，差唔多。我小個都是農民嚟噶，都叫得係半個農民啦。我幫過我爹落田做嘢噶。哼，嗰陣時啊，點同而家？全國九億人口有八成係農民，有得種啊冇得食。哼，你哋仲話走落嚟農村學習喎？學咩習啊？講句唔好聽啲嘅，咪喺乞衣兜度揦飯食。是的，呢條村好似你咁嘅單身寡佬唔多噶，嗬？係咧，你點稱呼啊？哦，我姓常，單字一個滿。常滿？啊！真係虧你老頭諗得到。啊！出去攞啲水入嚟幫手煮飯啦。今日啊，做唔到啲乜嘢噶啦。大半世人走咗個圈，都係要翻嚟呢度。
啊，係咧，你啲菜點樣煮啊？唉，煮熟佢咪得咯。咁啲瓜咧？梗係炒埋一碟啦。誒，等我嚟，等我嚟，等我嚟。等你嚟。喺我城市做慣呢啲嘢，唉，得得得。好好好，你嚟就你嚟啊。驚人哋知道我飲酒，話我生活腐化，所以我揾張毒藥嘅招貼連住佢咯。用少少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粗粗地兩個餸，希望啱你食啦嚇。呢句説話應該由我講先啱。啊，你快啦！點啊？咩點啊？啲味道都過得去啊，嗬？哦，過得去都入得口啊。係啊，以後你屋企有咩要我做，你開聲啦嚇。你究竟在城市做慣？喂，老老實實啦！你究竟是什麼成分？要落嚟農村插隊落户呢？什麼成分啫？咪壞分子資本家咯！資本家？哦，原來冇錢嗰種資本家啊！唉，食咗七年息，連個鋪都冇賣。叫我做顧問，又話我名字改得唔好，啊，唔夠進步，咁啊係嘅，人人都食唔飽，我啊叫常滿，咁又唔夠進步嘅，咁咪落嚟農村，等你哋再教育下我啦。哼，我顧住兩餐嘅啫，最緊要有得食，嚟啊，趁熱啦。組織已經決定咗。將你下放到河北的幹校進行勞動，這個是你重新學習的機會來的。好，何時起啊？我們已經知道你愛人下放農村，所以給你幾天時間你執行你。我家裡什麼都抄得乾乾淨淨，沒有什麼行李可以走。你現在呢就攞依一張嘢到抄查物質倉庫攞翻啲必需用品啦。请大家记住，干校是依照部队的编制
你哋都系嚟自上海市嘅机关，就编做第八年，每个人属于边排边班。你哋听日睇告示就知噶啦。你哋记住，你哋落到嚟呢度，系要通过生产劳动嚟改造你哋深入灵魂嘅私心。国家俾个机会你哋，你哋好好学习。 叔叔，前两日佢哋勒令我分企执埋啲嘢，下放我到河北省五七干校。我知道呢个系迟早都会发生嘅事嚟嘅，但系比起你要落农村插队，我已经好好多。但系不过呢间所谓干校，其实咩都冇，得个块空地，一间空屋。 头一晚，人人执住堆禾秆草，就咁铺喺地下瞓觉。仲有，我临嚟去上海嗰阵，曾经打听过阿森嘅消息，但系嗰啲人话冇呢个人，我谂可能系唔想通传啦。试过几次都系咁，我唯有放弃。 革命分子嘅子女，讲清楚啲啊！我爸爸系走资派，佢喺接受再教育嗰阵时，自绝于人民，犯咗离天嘅反革命罪，简直臭草！臭草！但系咪而家点教育你啊？我为咗向女大人民赎罪，我负责清理全校嘅厕所。唔该，朱医生啊，喂，嗰度听到做咩啊？系啊，快啲啊！如果翻清理呢个大堂，快啲啊！由呢个老师开始啦。 小心啊！你太唔小心啊！快啲整翻干净佢。系啊，系啊，快啲整翻啦，好臭啊！做嘢噶。你应该用双手执起佢，咁样先表示你对接受改造嘅诚意。听到啦，快啲啊！臭啊！快手啲啦！落力啲啊！快啲啦，快啲啊！快啲执啊！ 阿心，你走啦！我唔走啊！你犯咗啲咩啫？点解佢哋咁样对你啊？你有咩瞒住我啊？你走啊！我唔想连累你啊！我唔走，你话俾我知啦。
都系未攞，拎埋佢。我费事人哋以为我反革命问题仲未搞清，我唔想再同人交代咁多啦。而且将来都冇机会跳舞啦，我拎埋佢做咩？师傅，我走咗，你又就快走。 不如咁啊，我申请落干校同你一齐。疯啊！你唔好咁傻啦，一来人哋唔会批准你跟埋我一齐落干校噶，二来你仲要睇住常满楼啊。常满楼冇咗啦，而家叫向阳饭店啊。疯，应承我，就算我唔喺度，你都好地咁生活落去好冇？ 第51次列车已经到站，乘客可以上车。 阿森，我一定会等你翻嚟噶。 大家分工合作，你呢边以后就负责起屋造型，你呢边咧就以后负责掘井，你以后都系负责取扣啊。乔心系嘛？系。你本来系一棵好好嘅树苗，可惜出生成分唔好。记住啊，喺干校里边，你要全心全意接受劳动改造。 唔该，同志。唔使系。啲水好足啊，黄金金。足。我后生嘅时喺新疆搞建设咧，嗰啲水仲足过呢啲啊。新疆搞建设啊，咁啱嘅。我喺云南，我仲记得今次插朵大红花，成班群众企喺两边嚟欢送。唉，当时我以为自己系救国英雄嚟添啊！ 救国，你有冇打过仗啊？想当年啊，我响应抗美援朝，仲喺朝鲜打过仗添喎。嗱，你睇呢粒子弹喺我手度插过啊。老同志，你笑咩啊？
我哋大家都係咁愛國，但係就要喺度接受再教育。係家欣，我哋仲愛國啦，係嘛？早晨，早晨。杨红姐，你早饭之后出阵买啲瓜同埋菜翻嚟，知唔知啊？系。入阵要西城啊，佢喎。使乜啫？翻过后边山文化部嘅干校，唔系悭翻半日时间咯。呸！Awesome.